给你们看一下，下雨了，终于降温了，就可以勉强吃一下冬天的美食，去买菜。弄了个发现，云南虫谷都看了没？有没有觉得很惊艳？不管是从颜色、画面，还有特效，就那一口铜锅都在馅儿。添点水，大葱、姜片的高丽草，再涮上那一片片红白相间的肉，再沾下油碟，哎呀，要鲜明我也要吃。想这口想太久了，买一个铜锅啊，一个小铜锅，它都是加木炭的，所以咱们先把炭加进去。先把炭，完犊子了，天又变黑了，等水烧开。咱准备了一些小菠菜、金针菇，还有生菜，一盒肥牛，一盒肥羊，调一个油碟儿。一绝，咱们先这样吃。如果一会儿太暗的话，咱们想办法，看看搬到房间里面去。好慢啊！太慢了，啊好，我操，好热，好热，我去着火了，过瘾，刺激，算了，咱们就想办法就在外面吃吧，因为这里面是木炭，我如果在房间吃的话，肯定会开空调，开空调的话肯定会关门、关窗的，我这样的话我会死在里面，拿个底料。应该差不多了。我不该加凉水，应该加开水，有点慢。咱们喝啤的还是喝白的？先喝点啤的，我太口渴。过去，打点羊肉。外面下着雨。我在这边烫的火锅，有点绝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哇，真的想再一口，想太久真的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，啥都吃不了。我上一次吃涮羊肉，应该是去年。啊，有这种事。我本来想用芝麻酱来做油碟的，但考虑到那个热量太高了，那是人间美味。金针菇来着，最开始我想的是配白酒，但是我太渴了，而且是冰的，而且小菠菜。生菜，那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每次吃火锅喝酒的时候，不管喝啤的还是白的，就有一种胖子和胡八一的感觉。再来肥牛，看这个菠菜，油光水亮。来，这菠菜是我吃火锅必吃的，金针菇。肥胖使人抑郁，吃饭使人快乐，好矛盾呀、啊！
天冷人适合长膘，减肥那是夏天的事，自己把控好就行。咱们争取把这些青菜吃完啊，两盒肉是没问题，就剩下青菜了。是减肥了，从来没吃过这么饱的饭，超过瘾，超刺激。咱们今天战斗力挺强的，一盒牛肉，一盒羊肉，半拉金针菇，半拉菠菜，一颗青菜，然后总共剩下了6颗小菠菜，明天煮面吃。我都吃完了，那还在下。